是是前5566的成员，是这个组合对的成员。因为其实我们的从出道开始的专辑呢，就是小刚老师一直帮我们去做制作的，然后几张大卖的专辑也都是小刚老师制作。那自从小刚老师呢，因为呢太忙没有制作之后，5566就开始呈现解散的一个。没有，别推到我头上，别推到我头上，就是要再问小刚老师要不要算账来。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组合的话，我觉得其实要猜出小刚老师太容易了，我们其实跟大家真的太亲密了。因为我跟小刚老师就很近距，因为以前我去小刚老师家里练唱嘛，那小刚老师那时候教我们唱歌，那在他家的时候，我一到他家去呢，一打开门的时候，我说哎。又是一样的情景，我是小刚老师在哪里啊？小刚老师，结果我就看到他满脸胡子，然后穿着一个短裤，然后在开门说：“哎，进来吧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这怎么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小刚老师不一样？谁在家里穿西装啊？”但是今天很难得人福，就是小刚也在这儿，你们两个今天要不要就是难得机会来合唱一首？哎，好吗？哇哦，小唱一首歌。哇哦，那仁博，您说唱什么好呢？之前我们在老师的专辑当中有合唱一首歌，叫《哈塞亚基二零》。哈塞亚基，哈塞亚基，一朵小野菊，迎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使我想起你。轻轻摘下，送给辽宁，你是。今天呢，就像朱兰勇老师说的，现在也是一个绝境，麻将比赛，对不对？朱兰勇老师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内心的现在的感悟跟心声，然后化作一首在现场可以唱给大家听的歌曲，即兴来，即兴创作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刚刚说的主题是什么？其实现在的这种心情，现在的心情啊，对，忐忑不安嘛，是。然后患得患失嘛，是要吉他吗？我看到下面的吉他有、哦、要、哦、一定要，好，那试一下好了。这样的心情谁能了解，我的朋友就在这里和我一起度过难关，是天下无双，天下无双，我们都是天下无双。